美国的太空总署 NASA 委托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成功的将四名太空人送上了国际太空站，但是呢，在此同时，中国自己的天宫太空站当中也有三名太空人正在进行太空任务。当初呢，这个美俄两国筹建国际太空站的时候，坚持排除中国，不让中国参与啊，不把技术跟中国分享，间接促成了中国去打造自己独立的太空站。而如今呢，非常多国家争着要跟中国合作，而反观当初美国的这个国际太空站太过老旧，即将除役。美国当年要孤立中国的举动，现在看起来似乎孤立的是美国自己。今天我们就带你来看看这样的一个太空竞赛。我们先来看到最近的状况，就是这个 SpaceX 这样一个私人公司帮着 NASA 把太空人送到国际太空站，而现在呢，在天宫太空站中国的这个当中啊，也有三名的中国的太空人，他们要展开半年的太空任务哦。那这个太空站呢，即将会在2022年完全打造完成。现在呢，他们欢迎全世界各国跟他们共同合作，希望呢，这个中国自己成立的太空站也可以变成一个跟国际开放的太空站。那当然呢，美国看在眼里，就一天到晚诅咒说它会掉下来之类的哦。不过呢，现在太空人在太空的生活变成实境秀了，因为呢，这个中国就把它变成一个天宫 TV， 就会拍一些这个太空人在当中吃东西啊，太空人在太空当中剪头发怎么剪啊，洗澡怎么洗啊，健身怎么健身啊，哇，很多的观众哇看得很着迷啊，虽然听不到太空人讲话，但是呢你就不断的被他吸引进去了哦。那现在呢，看到这两个太空站其实不太一样，美国俄罗斯他们共同发起，然后带领着非常多国家一起研发这个国际太空站。现在你去看它，因为它成立的时间久嘛，现在看起来似乎跟新的这个中国的太空站比较起来，好像就有一点落差。毕竟呢，就中国太空站是比较后完成的，看起来当然就是比较新了哦。我们来看这个，就是这回四个太空人他们上头去的，这是国际太空站里头的状况。那你看很多的线路啊，非常复杂，全部都外露在外面。但我们如果光看，也会觉得很酷炫了，但我们来比较一下中国的天宫太空站，哎呀，是不是感觉干净很多，宽敞许多？那当然你会说，哎呀，这两个比较起来，哎，好像这个国际太空站很混乱，哎，那中国的，哎，好像简洁大方许多了哦。那人在里面的感觉是这样子的，不会有那些外露在外头很乱七八糟的线嘛。那于是呢，现在就有很多的这个美国的太空专家就要来分析它背后代表的意义咯。当初美国呢，就是有一个沃尔夫条款，禁止中国来刺探它的太空机密，他们觉得太空呢有很多军事技术在里头，不能让中国看到，所以呢，任何 NASA 的一个研究计划都把中国排除在外。那中国怎么办呢？只好自己来啊，自己还真的打造了一个太空站，中国还自己有办法到火星去，哎，那于是呢，这个美国似乎失算。那现在看起来，当中国的航天的技术开始慢慢的要跟上脚步的同时，有很多国家愿意跟中国合作的，比如说呢，像是俄罗斯，比如说像是法国啊、阿根廷等等，都找上了中国，希望共同合作太空计划。那美国呢？现在哦，现在新的这个旧的这个国际太空站即将要除役了，除役之后，美国没有新的要再打造一个太空站的计划，于是呢，现在的美国似乎反遭孤立了哦。当初你是要孤立人家，结果现在自己好像有一点插不上手了。那美国的媒体就讲了，说中国的太空站很像 Apple 商店，而这个旧的国际太空站好像似乎有些过时了。那如今呢，中国跟美国之间在太空竞争当中又有哪些最新的进展呢？带你快来看。10, 9, 8, 7, 6, 5, 4, 3, 2, 1Zero. Ignition. And liftoff. Now on its way to the Internet Laboratory in orbit.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倒数计时，众人引颈期盼，引擎喷发，熊熊烈焰，火箭升空，载着太空人飞向宇宙。Docking with the space station is scheduled for Thursday evening. And after that, the three U.S. and one European astronauts will spend 6 months conducting experiments.
This is the fourth time NASA is using SpaceX, a private company, to send astronauts to the space station. 11月11号，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和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在佛罗里达州甘乃迪太空中心执行任务，载人三号将四名太空人乘坐由猎鹰九号火箭搭载的成龙太空船耐力号送往国际太空站。One of the great legacies of the space station is not just going to be the science.But very importantly,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来到外太空，太空人不分国籍，都是地球人。可是美国合作的对象，中国却不在其中。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s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your future, as well as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Space Program, is enormous.1998年，美俄领军组建国际太空站，并且和16国一起保持运作，是至今最大的载人太空站。但这项国际间共同的太空计划却偏偏不准中国加入。There's no rocket science involved in the boundaries between China's program and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It's all political.美国认为太空站技术涉及军事用途，不愿新科技落入中共手里，坚决将中国拒之门外。中国于是决定打造自己的太空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建平日前透露，中国将在2022年前后完成空间站建造并开始运营。中国自力更生，在2016年发射天宫二号太空实验室后，预计2022年左右完成天宫号空间站。虽然预计大小只有国际太空站的六分之一，可是估计运作十年以上，内部新颖的外观也引人瞩目。后续我们一定团结协作，精心操作，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努力探索浩瀚宇宙。中国新的天宫太空站比起国际太空站，太空人有独立睡眠间，还有健身设备和生活区，搭配白色简约的设计，外观宛如科技商店。央视制作的天宫 TV 在无重力的环境中记录太空人的生活起居，宛如太空实景秀。这是我们国家空间站啊任务呢第一次镜像交会对接，为今后啊空间站长期运营管理期间呢航天乘组轮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即使遭到美国排挤，中国与联合国在2019年从27国42个方案中选出9个作为中国太空站首轮的合作项目，包括欧洲、俄罗斯、日本、印度、中东和拉丁美洲等，一共17国23家实体。俄罗斯也计划找中国合作发射自己的太空站。中俄更宣布共建月球科研站。There's so much involvement globally, not just the U.S., Russia, Europe, and China, but many other nations now. You know, people ask me, is there a space race? But I think more what you have now is sort of a very helpful sort of collaboration.Where everybody brings something to the game and it improves it for everybody else. 美国禁止中国参与国际太空站，不只让中国自立门户。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也批评有点太过分，更声称想看见太空船来往不同太空站。届时，国际太空站在2024年退役，中国天宫将是唯一太空站。美国无法阻止国际和中国合作，再不想想办法，恐怕反而将作茧自缚。三立新闻徐廷伟报道。